们现在是穿 S 号，我今年用的面料更升级了，它直接可以搭高鞋，然后你的脚的比例跟身高还有这个腰节都帮你们做好，所以它比例非常好，不贴身不贴臀。再一次帮大家选用更新更弹更端的面料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腰节，所以你胸以下都是腿，这里肚子我轻捏而已，完全就是空间极大。这一个第一个当做腰身，第二个当做美观，第三个帮你遮挡一下，你可能会更安心，可以秒变修身，可以秒变这样正式的感觉，我觉得这件真的很厉害。穿 S 号 M 号，是的 ，M 家以前买 S 绝对够穿了哦，因为它这一件的弹性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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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好。